杜总司令，这位就是我们游击支队的崔队长。敢问崔队长是哪个军校毕业的？回首长的话，我没念过书，喜欢洋家将，从小就爱舞枪弄棒，鬼子来了我就照葫芦画瓢，领着乡亲杀鬼子。我说完了。嘿嘿嘿，喜欢洋家将，民兵都能打鬼子。 游击队，游击战啊，确实有一种马蜂战术啊，专遮日军这匹大笨马，这屁股，这耳朵，哎，还专遮他的命根子。好了，请诸位各自挑选自己的战利品吧。这是朱德总司令送给大家的礼物。哎，这是日本的战刀。 那是三八式，啊！韦总司令，你知道我最想要什么呀？啊？给我派一批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干部吧。嗯。